真好哩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住在香港的颜彩云师姐，她是一位超级推广家。伊唔惊去用拒绝，嘛唔惊别人按照解看。两年来持续不断的登门拜访，因为伊要推广的物件真特别哦。咱即马就赶紧来看彩云师姐告诉我。节奏很快的一个地方，给人家感觉是像一个天堂一样这样子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就比较少了，因为大家都比较紧张嘛，每一个人都赶时间去上班啊，很像我一样这样子了。他就现在写了单子给我们，然后等我家师兄有时间就帮他们做了。下面可能会放一些近视仪这样子，最主要就跟他们说我们想在这条街推那个素食这样子，他们就是很多的怎么说呢，就是他们就不想了，然后就是上人嘛，上人就要我们再推素食啊，但是处处就是很困难的事，但是困难也是一个动力啊。如果他给自己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我讲的还不够好嘛，我一定会在拜访你，我的内心会这样子想，我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，也是在训练自己的耐心呐、啊。老板不在，他要大概5点到5点半才到，所以时时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。会用很奇怪眼光看你，会觉得你是在推销东西。对，无所谓，时时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，所以没关系。你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做好事就是应该这样子的，没关系的。素食啊，我有幾版都素食噶喎，你講緊啊，依個啊，蘿蔔皮啦。我想問一下，如果係素食個入邊嘅話咧，一日大概咧食素嘅人咧，如果你係有10個客嘅，譬如嘅話，會有幾多個人係食緊素嘅？一兩個啦。哦，在10個裡面就一兩個，就有一兩個。對對，有的。這樣子開始吃素了，這樣子。好，我們也叫不到其他人，那很多就吃素的，素菜片，那全部都是素的。嗯，我这里有些素的啊。会不会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写一个比较正式的，写住健康素食，等人哋会更加了解体质的健康。所以推动素食的话，我们这里在一个方面再努力多一点的话，就可以更加多人爱护我们这个地球，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你，老板。好，感恩。啊，好，多谢晒。如果在这条街开始慢慢去推的话，现在我这一条街就有9间了，对，很感恩他们，也是同时也是可以跟他们宣导环保啊，素食也是环保，也跟他们说慈济的事，然后去资源回收，也可以给他们知道我们这边也是有个点，这样子就是有自己开始去做。说资源回收我就会，但是如果拉客人在做连做我的事业上的问题我就不会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运回来的时候很多时间他们就也是放在我们这边，就拿回去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环保点，
的不整齐的话，业主会不开心吗？如果他不开心的话，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啊，所以我必须整整齐整齐一点啊，这样子。因为他一定给我放，我觉得已经好幸福了，可以做环保。因为香港的地方有那么大的地方做环保，其实并不容易，所以这个我不敢的，给我这个机会。为了工作室的生意兴隆，彩云师姐常常跟客户去求神拜佛。林先生为了要替太太找到健康的信用，搜寻电视上的宗教台，找到大爱电视台，想不到苏姐一看就很欢喜的。我的师兄就是找那个佛教的一个电视给我看，然后他就录了，录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帮你录了一个节目，你应该很喜欢看。回到家我就看，哦，是慈济哦，然后我就看，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要学的，我就在内心在一路在祈祷，想找这样子的团体。所以我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师姐，我说我要进慈济。其实小时候的时候呢，我们叫他阿妈的，他抓了我手，就这样子断气了。我就听到好多人在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当下就开始怕。我妈妈那个时候跟我说，我发高烧了一个月，看了好多医生都不可以好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什么东西都怕，然后我妈妈就会带我去那里拜拜啊，试看可以会不会好一点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点对什么东西就开始有点恐惧的感觉，就比较迷信啊。我又怕那个医院啊、殡仪馆啊、往生者啊，那些我都很怕。所以我要去做慈济，但是我就要去探访。我家师兄怕我去医院的时候在那边晕倒麻烦人家，所以陪我一起去做了。这样子就我们两个就同时跟师兄一起做。OK， 这个他是非常棒的一个人，他是认识我到现在，就一路就扯我回去的。晚上的时候，师兄每天都接送，而且结婚这么久你还接送，他争取时间优势啊，有，因为他有是一个工作狂，用餐时间很晚，十点钟才下班，我就等他去放牧。早上中午都还没吃。四人不行啊？你说他四人不行吗？坏习惯就是错的。这边没有来过。啊，你有去算命吗？以前有，但是算命这边就没有来过算命。他之前在路边摊，不在他的。就是他的 level 了，他找的算命的，可是最出名的就是找他的。哦，很多时候是都不敢告诉我。又来，说奇迹啊，谈奇迹啊，又来了。彩云师姐带住这几天去病院看病人，建辉师兄跟太太会在病院分去，所以就陪到阵参加病院几天的活动。过去在黑社会廖建辉看到一些少年人因为意外要一世人都在病床，当下惊觉震撼，决心善用生命。翁阿母两个人到阵走入住宅。那你跟你家师姐是比较喜欢看大一点的台？他，为什么？绝对是他。前几天我家的露营外了，他就每天都是你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弄好，什么时候弄好，我们要的看什么时候弄好。每天要看，正是神女跟那个人间菩提。
还有同收有一个好处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你可以跟我讲，我看不到的时候再跟我讲。有时候真的看不到自己，他常常说，你说不能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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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样很难看啊。但是我以前是真的是这样这样这样啊。你的手机一直不要上来挤出去啊，上人要直接就这样啊。我叫记者跟我讲，上人是这样啊，上人不会这样这样这样。他常常常常跟我分享这个，我们要这个大剧场啊，每晚八点啊，真人真事啊，去吸引他们去看啊，真人真事啊，很动人的故事，很感人的故事啊。看到爱台啊，都是有一些人不开心啊，什么什么，我就这样敢讲。他们不开心啊，有很多烦恼什么什么，我就看，我就叫他们看大爱台啊，看三人开心，一定帮到，这个真的一定帮到他的。我的客人他上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拿一些家里那个环保过来这样子。他有时候有时间呢，他就会在这边帮忙我们一起分类的这样子了，没麻烦的。我觉得有为地球做的尽一份力了。我们在话题中就是环保啦，说商人的话，给他们知道我们实际在做什么事情。我想这样实际做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，可以给他们知道，做好事是要每一个人在做吗？这样子。因为我小时候就跟我妈妈去哪里哪里去拜拜嘛，然后又自己在做生意上，他们就说有买烧肉啊，什么东西在拜神啊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变成一个习惯了。但是进瓷器的话，就是要正心、正念、正思维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吃素了。现在不用拜的时候，也是很清安自在啊，也觉得就是好舒服。但是以前拜的时候，你就在想嘛，更加好。有时候会怀疑，为什么我拜了都没有什么改变？所以其实迷信其实就是太可怕了。本来开个人车的建伟师兄，载着彩云师姐，在美容院上班的素质、个性、家庭背景拢非常的单纯。这个温柔的查某囡仔，和建伟师兄感觉真善良。嘛，因为安尼改变伊自大的个性，感觉他特别的单纯，好像一只小羊一样。刚刚遇着我这一只狼，没办法，逃不到，逃不掉。因为我想早一点回去啊，因为他就是在门口，在我公司的门口就等我。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收工的时候，他就催我。但是有时候，因为我喜欢做事，有事情我就办公室在做，哪怕是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我是玩了，比我平常的收工就更加晚。但是他都愿意在门口等啊，等好了就送我回去，他也不会，也不要求我就去走走啊，是怎么样？他可能他知道我就是我妈妈不可以嘛。送他回家的时候，当然了，他的妈妈比他懂那个世界嘛，看见我的样子，看见我的打扮啊，等等等等嘛，他就追出来要打我。送他回家的时候啊，因为很晚嘛，超过了12点了。他的我很记得有一次，他就拿着一个拖鞋飞过来。啊，想起来很爽。今天喂了没有？应该没有吧。
这个我们叫这里是大本营，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做贸易工的时候就在这里开始了。开饭开饭，敬畏师兄无忍心看到路边的流浪动物被任意的扑杀，为了替未晓讲话动物争取生存权，八年前伊加入香港爱护动物义工，推动帮助流浪猫绝育计划。每一天暗时，敬畏师兄拢会去大爱附近数流浪猫。猫数到齐了，猫很开心的猫啊，所有都在，每天都数。兔仔唔可以摸兔。玻璃桶，就是人家丢掉它的，不要它的。因为刚才我买桶来了。嗯。跟住咧。不怕。怕不怕？我抱着它可能不舒服。咚咚咚咚啊嘛。系咁嘅。嚟啦。那天晚上。十一，十二点多。可怜不可怜？现在呢？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还可以嘛？有一个五星级的家。十二点多晚上，晚上在那个地方发现他的主人。为什么你不要我？我有什么问题？说那个水啊，我以后会乖，你来跑我回去好不好？水好水，爱护动物也是义工。还里面还有一个 CCCP 的，就是流浪猫绝育的计划。嗯，你们去尊重流浪猫，但是这是不是，这次不是我们流浪猫，流浪兔，流浪兔怎么办呢？兔可以流浪吗？你的主人怎么想？兔可以流浪吗？看这个绳子好不好，就是看到的猫。中午的时候有没有猫出来晒太阳、走路？如果这个绳子有猫这样做，有猫这样。这代表这个行程的人很有爱心，但是香港不行。我们这里怎样打理这些猫？他们中午的时候都不敢出来晒太阳。这个香港还有很多空间给我们奇迹人净化人生。我家里五只，你看这里有多少？它就是我们的后盾。这是我们的后盾，我们在就。处理不了，他们就收，然后有些是赞扬，还是再找人来收。掌声，掌声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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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啊，很好，喵喵喵喵喵喵。做环保，也要讲环保，乖将做这理念，让更多人知影。彩云师姐就是时时刻刻拢想着做这事。伊伫个做工课美容院附近推广素食已经两年，有一挂店家经过伊的拍拼，也开始同意要做素食的菜单。就贴在外面好不好？贴在外面，就要这里看得到就可以了。就这个，他开始可能会再做一个 menu 啦。这个是临时的账单。那他临时。我会做一个漂亮的全素的 menu， 我就再给你。他现在又在提升一点呢。因为我家餐厅有四家分店，餐厅，所以每家都有特色的，挺忙的。但是为了他，我决定为了大爱电视台，为了这个推广素食，我会积极做一些餐单，一些素食餐单给广大的素食朋友。这样，就是这是种功德。是，其实就是推广素食，就是为了人家的身体健康，身心都平静一点嘛。多一点次数的话，我们也多一个人可以为了地球出一份力。我也很祝愿你们可以生意越来越好。谢谢，我赞同，因为我看一些报告啊，一些报纸的报道啊，那个畜牧业啊，对地球的那个污染是这么严重的。我知道，我看到那报道。这个
是我们公司的对面那个写字楼下面，叫那个管理员跟清洁公司的人帮我们留下来，不要丢掉。我因为只想在这个三年倒退那个环保嘛，然后又是我家师兄开始兴起环保，怕车物资这样子，他就跟我说，其实如果你做一个种子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去收。我也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缘，所以这个一个地方，其实我不是看这个店，我是看中他这个环保的地方，可以放一个环保的东西，就是好想在这边这条街开始推动这个环保。我们在这里开美容的店，在这里我在细节20多年前在这边打工，跟着在那一边开店，然后就搬到对面，然后我们正在奇迹做环保，不能这里，只有这里才可以做环保。他好喜欢看大海，也是非常感恩他帮我入了近视成瘾，让我可以进入奇迹，就是上人，上人的近视成瘾就是在吸引我进入奇迹。我觉得我可以跟这个上人，叫一声师父，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幸运，可以跟这个大觉者在努力，在学习，可以为这个地球、为众生在服务。这个也是我很想在做、在努力在做、在学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非常感恩我家师兄可以入这个节目，可以改变他，他可以改变我。我相信大爱他可以改变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宣传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如果不是我们就这样，就太少人知道。但是我做这个伊莱卡，做奇迹的环保的单装，什么东西我一定有给人家加多一样东西，就是收看大爱电视台。我一定要加的，这个我觉得最很重要。彩云师姐说，她真的很爱煮这上林的法，让她的心感觉很平静。她跟师兄可以斗阵兴盛做环保，推动素食，翁仔某可以同修，让她感觉很幸福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最开心就是呢，其实我做慈济，我家师兄呢很支持我，因为我哋喺人生嘅道路，其实可以一齐已经20多年，喺我人生已经一半时间嘅时候，可以同佢一齐去行咧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我可以同我家师兄一齐去设计，我哋可以跟上人一齐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好幸福，可以入咗设计跟咗上人，系我呢一生入边觉得最幸福嘅一件事咯。所以我希望会多啲人咧可以加入我哋呢个慈济呢个大家庭，为天下间做多少少嘢，为社会、为众生而。